大家好，我是赵老师。我们这期视频要给大家讲一下这个“怎”这个“怎”字，它是一个上下结构啊。很多人这个“怎”字写不好，其实主要有两个原因。首先，第一个就是“心”字底儿本身，哎、呃，本身这个“心”字底儿它写不好。那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？大多数同学都是因为上下两部分这个哎、呃、位置安排不好，因为很多同学这个“心”字底啊，哎、呃，他这个位置掌控不好，可能偏右，也可能偏左。所以我们今天呢，着重给大家讲解一下这两个问题。 首先，咱来看一下这个“心”字底儿是怎么写的啊？这个“心”字底儿其实主要一个啊、哎，卧钩，很多同学写不好。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卧钩怎么写？卧钩其实是一个比较短小的笔画，你看斜下来，然后慢慢拖到水平位置，好，然后往回勾。哎，这个卧钩要往回勾。卧钩本身是一个比较短小的笔画，但是很多同学都是这样写的，写特别宽，而且还是倒着的，又扁又宽。 啊，我们再来给大家演示一下。你看卧钩，先斜下来，然后慢慢的拖到水平位置。好，往回勾。哎，这个水平位置这一段其实是非常短小的，一定要注意。先斜下来，然后拖到水平位置之后，然后往回勾，这一段非常短小，一定要注意卧钩，不要给它写大了啊。那我们来看“心”字底，点儿由轻到重，哎，点儿在这儿。 很多同学把卧钩写在点的尾巴这儿，比如说点在这儿，有同学卧钩就从这儿的，哎，写过来了，那肯定是不好看啊。卧钩起笔的位置和点基本对正，大家来看一下，你看斜下来，然后慢慢拖到水平位置，好，往回勾，哎，你看它往回勾的是，一定要注意啊，它起笔的位置和点基本对称，也可以比点略微高一点点，然后。 里面一点，里面一点要低，外面一点要略高一些。哎，这是新字底的写法。我们做字底的时候，里面一点要低，因为上面有内容要写，所以里面一点只能低，不能高。外面一点可以略微高一些啊。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“怎字的写法啊。你看这个“怎字，我们上下两部分怎么样去安排？首先往右下顿，撇出尖儿，好，然后横往右上扛肩。 哎，注意这个横不要给它写太宽，撇竖向下来啊，不要写的太狠，这个撇要短小有力，像刀锋一样。横是左接横，然后你看竖垂直下来，垂露竖，这个竖不要写太长。好，横横这两个小横短小一些，两个小横，哎，比上面这个横要稍稍微的窄一点点。 横间距要相等，你看上面部分整个是、啊、比较窄的，很多同学把上面还有把上面部分写特别宽的，那肯定不好看啊。它是上窄下宽的字形，然后心字底儿，你看我们怎么去安排？你肯定要把上面给它兜住，但是心字底它是略微偏右的，哎，它这个卧钩是往右下拖的，要注意。那我们来看一下，你看这个撇的尾巴在这儿，然后点儿我们稍微靠外一点点，点儿，哎，由轻到重。 卧钩的起笔和这个撇的尾巴这儿基本对齐就可以，哎，写下去，然后慢慢哎拖到水平位置，好，往回勾，哎，到这儿开始往回勾，往回勾，哎，这个卧钩是、啊、往回勾的，呃、哎，注意这个卧钩水平位置这一段，哎，一定要短小，然后两点大家来看一下，哎，竖下面你看里面一点低，哎，不要跟上面这个竖起冲突，然后外面一点略高一些。 哎，大家来看哈，其实是稍微偏右一点点，这个卧钩，对不对？哎，往右下压，往右下这样稍微的拖出来一点，这个起笔的位置和这个撇的尾巴这样对齐就可以了。哎，这是“怎字的写法，我们再来给大家演示一遍。首先，哎，小短撇往下走，然后横往右上扛接，不要写宽了。哎，竖稍微的偏左一点点，然后。 两个小短横，哎，注意横间距要相等。然后心字点儿，注意它的位置。你看撇的尾巴在这儿，然后点儿靠外一点点，哎，大概在这个位置。然后卧钩，哎，和它对齐。你看斜下来，先斜下来，然后慢慢拖到水平位置，好，往回勾。哎，你看，哎，卧钩不要过度伸展啊。然后里面一点，外面一点。 哎，这是怎、啊、字。好，我们最后再来给大家演示一遍啊。撇出尖，横往右上扛肩，好，竖垂直下来，两横注意横间距，哎，要匀称。然后点儿，卧钩斜下去，好，拖到水平位置，然后往回勾，然后里面一点，外面一点。 好，我们这期视频怎就给大家讲解到这儿了。